31届的感动时刻，提到了金曲奖的常胜军林生祥，他是道道地地的高雄美浓客家人。他说呢，创作灵感的来源有一部分就是来自故乡，还有妈妈的味道。这个味道呢，指的像是饭干这一道家常菜。饭干，其实它指的是先把猪肉、鱿鱼还有葱头拌炒，再和糯米饭搅拌，口感类似油饭。林生祥说，以前出国表演最怀念的就是这一位。接近晚餐时刻，来到高雄美浓拜访金曲常胜军林生祥，还没有看到本人，他的母亲先带着记者跑到后花园摘菜。哦，这个做的够健康啊，这个做的够嫩啊，嘿，俺的母爷嘛个母沙嘛个约个个。亲手种植不浪费的客家本性，着实地表现在这户人家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林曾秀梅端出了家乡菜。猪肉、鱿鱼、葱头爆香，香气四溢。厨艺这档事，林生祥只能站在一旁等待，下个步骤才能帮得上忙。以前饮酒按你讲，我就很多翻滚糯米饭，很多翻滚啊。炒好的料加入了糯米饭，母子俩分工合作，这是家常菜，叫做饭干，有妈妈的味道。开饭喽！林生祥一家人坐下来吃一口饭干，回忆往事。里边有猪肉，搁到一路用的香菇，搁到下摆要煸虾米啊呢哈。如果那个米其实可能个客家米丝啊，但系如果俺的汉西式嘞都睇一个种妈的米丝啊，都妈妈米丝啊呢。几样简单的菜肴和家人一起享用晚餐。林生祥说，以前远赴国外表演，特别怀念这一位。一百刚刚都，我想吃台湾的料理，真是咱们想，俺给他想吃都还能嘛给他，想吃的还能，想为妈煎一个荷包蛋当个零头油。拿着六弦乐琴，林生祥弹唱第一首创作曲。当年北上念大学，想家，写下了这首歌。一碗饭干或者故乡，都是林生祥创作的灵感来源，也造就他金曲得主的美名。客家妈妈的爱在厨房里飘香，猪肉、鱿鱼爆香的口感，琴音节奏创作的灵感，客家的勤俭、客庄的回忆，在简单中找寻不平凡的感动时刻。